藏在里面还是怎么样？有没有线可以露出来的地方？哦，也没有啊，什么鬼？怎么开？还是那个是会自己打开？哇！来问问老板，直接问他，就快！耶，又一杯水了。跳出那个人，对我莫名其妙的东西，然后他已经过了，他也跟你讲说啊，没有，哦，对，像我们刚刚后边，对，那这边就是1509。